厉害了，是什么？来，好、哦，赢家可优先选择开场或压轴。哦，这个事情我坦白说，我蛮介意的。为什么？怎么说？就是一般来说，开场或压轴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对，是没错。所以不是开场就是压轴吗？对对对。对，因为你们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唱开场，就是唱压轴。哦，是这样。其实也不能说只有开场压轴，其实我们应该还要有一些音乐上的合作，我觉得。对，当然，也就是中间啊，还是什么，我们应该要有一些。是，但那个是我们音乐上面的合作是观众期待，我们确定会有合作，但现在不能跟你们说是什么，对，这是秘密。我必须说，开场跟压轴呢，其实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。怎么说？比如说呢，你前面可能要很热闹的开场，对，所以是不是需要一个很热闹的人啊，很欢乐的人之类的、啊？那你知道唱压轴的人啊，又有那种要镇得住全场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特性。可是这也不一定呢、啊，有时候。你很温柔的开场，最后强劲的结束，也是一种感觉啊。也是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们各自心里面都有想要唱的那一段落，但是就要用力气来决胜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就明道先是不是？好，来我先。哎，明道先你会有压力哦。我就不能让。不会不会，我会不太有压力，因为我会干扰他，我可能会打歪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。好，来，明道加油哦。一、二，哎呦，哇哦！哦，哎，这个声音我又有点那个。要不要走啦，我们回家啦，我觉得好恐怖哦。87对不对？87页。好了，这个。还是你要认输，输一半。输一半是怎么样？唱中间是。好，那我来试一下了啊。好好好，来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感觉这两个真的势均力敌哦，在最后一战当中。谁可以选？谁可以选？81，等等。好，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段落的赢家呢，就是我们的明道。明道，来，你忍不住又跳一下来。你要唱开场还是唱压轴？你知道那个在。音乐上面的表现，坦白说，我一直是以音乐上面的才华著称。是，所以明道当天要帮我钢琴伴奏是吗？对，没有，因为我钢琴这个部分呢，已经很久没有表现了。哦，对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时候拿出来抢风头。对，所以就我们的明道跟季嘉松的斗阵俱乐部演唱会，我决定弹乌克丽丽。哇，乌克丽丽是什么？是一个国外的名称。哦，是一个国外的名称。在国外，对对对，在国外，他是一个人嘛。对。好，我斗阵俱乐部的演唱会，明道决定唱。唱什么？开场。耶。好，唱开场，我要先唱开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King kiss me， 什么爱情的花火？歌这么嗨，不开场怎么行？是，其实也是。那我不是开场就要帮你伴舞了吗？对耶，太对了，对耶。所以我又唱开场又唱压轴了。好，你跟我一样，这个意思吗？你很忙，你是故意要消耗我的体力？没关系，要消耗你的体力，没关系啊。一上场就是比赛。我跟你讲，明道这么会演戏，对不对？当你唱的时候，他在后面演一个那个一人独角戏也不错啊。也不错。对对对对对，来演一段那个内中戏有没有？戏中戏对吗？腿现在在修饼。但也在戏中戏也不错啊，其实也觉得说到时候当天呢，我觉得这场演唱会绝对会非常非常好看，因为两个人各自呢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音乐能量，或者是各自呢都拥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才华。其实嘉松，我坦白说，就是我真的蛮期待这个演唱会，因为我是第一次一个人，我昨天这一次的专辑，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在节目上录单歌，我很紧张很紧张，然后但是昨天录完了以后，我有一些新的感觉。然后再包含我这次要跟你合作，然后到演唱会，我要一个人唱，那么长的时间是，其实我自己心里面觉得这是一个压力，但也是一个我成长的机会，所以我其实很开心。我其实也开心的，因为其实从小就看明道的这个偶像剧长大，从小就觉得可以跟他合作，也觉得很棒。然后这次因为帮他写歌，又什么时候不晓得明道要找我跟他一起演戏，是，有没有？
太好啦、啊！有我们戏里面有一个就是刚刚那个角色啊，修敏的角色，很适合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两个明明是同门师兄弟，但烟硝味还颇重的哦。OK。